大学校，只有一般翻译是一半不是这样的，可是给你两大功能，一个是看中中，一个是中国翻译，来补少不少的地方。注意看哦，下面是小孩子就原始读的，接下来要秀给大家看到的翻译题最大的地方是整个小孩子翻译，了解第几页，那就看下一页，看一下我们的内容。因为为什么这边一个句话，每一个单词详细解释，然后再看，了解第几页翻译，第三翻译。